嗨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小编们要出任务了。出任务啊，麦克风。出吧。台北时间2020年12月17号，明天是我们全时间福音工作壮年班学员的毕业聚会。所以，放这边吧。嗨，美美小姐姐，美美小姐要留守。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所有要带下去帮大家直播跟导播的东西。大家手上都拿着很多东西。哎，满载而归，不，满载而去，而出。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背包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塞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呢？我们现在要准备上高速公路了。我们现在到了关西休息站，我们要稍作休息之后再继续往前。有，今天是外公节。哇，风很大哦。外套要穿着，这边就是靠近水池。哎咻哎咻，好。啊，没有雨就是好啊。心情是不是也开阔？心情愉悦，龙心大悦，明心大悦。我们现在到了新竹关西休息站，我们要去休息了。出公差的心情跟在办公室的工作心情怎么样？没什么特别感觉。哪有？明明就离开办公室会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各种休息喽，大家拜拜。我们到中条了，这位大哥睡醒了吧？嗯，没了。好，噔噔，好，谢谢，又下车了。达成任务。OK， 我们来到了阳光明媚的南投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各种的卸货。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一次到底带了多少的东西出门，为了拍这个毕业聚会，从台北扛下来了各种的器材。我们来看看南投的天气。哇，蓝天白云耶，好久没有在台北看到这种天气，对不对？这一箱里面不知道是啥。好，我们要进中条咯。现在走到哪都要量体温，戴口罩。我们来到了设备音控室，今天一定会有很多人陆续来的，从台湾各地的壮年班学员要在这里集合哟。吃饭喽！有经过哦，便当的菜色很棒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菜，有两个主菜。Vlog 继续中，我们来到了中条最神秘的地方，我们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设备哦。刚刚没有拍到我们的工作侧录，看看看看，这么多的线，一不小心就会绊倒哦。现在是放饭时间，我们在草屯市区的一家日式料理店。看我们的家乐福还在打字幕，
辛苦吧，是今天晚上要出的。哎呀，大家知道这个做影片啊，真的不是很简单啊。我们来看他在干嘛，他在打逐字稿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吃一家蚵仔煎，听说是很厉害的蚵仔煎。这是第二抓，应该人家是Day two， 睡得好吗？你睡得挺好的。阿刀睡很好，但别人可能就牺牲了他们的睡眠。好，这是中条的清晨，跟台北比起来，天气是不是超级好？一大早就有舒服的阳光，但气温很低的呢，至少不用再看台北的雨天。现在是毕业聚会准备要开始的时刻了，这是我们的工作台，非常非常多的器材，很多很多的线，很多很多的人，大家都在 standby。 我们看一下音控室外面的状况，看到整个会场已经快坐满了，所以你就站在这个正中，然后不要挡住他们的路。